喂，我的发，哇，他车够烂哦。没有没有，刚刚就开有一点了的，你知道吗？什么？我要去吃东西。然后那个小伟、小明还把我弄，他把我的东西，你看，我不懂怎样讲啊，不懂。他这个本来就开了的，然后他现在给我弄到好像整个开出来好像坏掉了，然后我前面的那个玻璃也是这样子给他弄到，拍拍。哟，大家早上好啊！哇塞，看来今天我是第一个醒的人啊，然后 Benny 刚刚也是在睡觉，所以我就出来想说拍一个开头，因为今天我有一个计划想告诉你们，就是我想要惹怒 Benny， 就是今天一整天我尝试惹怒他，只要我成功惹怒到他，他很堵然，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的计划 OK。 所以为什么我突然间想要就是惹怒 Benny 呢？原因是你们不觉得哦，每次哦他好像都没有生气过了，你有没有看到 Benny 生气吗？就是除了那一次 prank 的时候，我觉得都没有怎么看到他生气了，所以其实我就想要 Benny 哦有更多时候哦在镜头面前啊展现他生气的模样，让你们知道其实 Benny 生气起来了是有多可怕的。所以今天我的任务了就是要挑战把他弄到很生气很堵了，只要我惹怒到他一次就成功了，就是那种真正的惹怒了。所以现在我要开始我的计划了。首先他现在是正在睡觉了，因为我是跟 Benny 同床了，可是我先讲啊，我们是没有搞屁股的、所以我现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弄到他不能够睡到自然醒 OK。 哎我是睡到自然醒啊，然后我相信他不能，我现在就要过去坐高他了 OK。 最近欧尼真的很吵，过后找一个机会我真的是要捉他一次。来看他还在睡觉，看冷气开到现在啊，2点多了啊，要3点了，电费不用给啊，省电啊，睡这样子冷气开到现在，电费很久了，现在电费很多了。你看我讲话这样大声，还是可以再睡，什么鬼？现在冷气该关掉先，不要讲那么多。喂，你吓到我，我要做告他生气，因为他真的是他睡太久了。你看还开着这个睡觉灯，还有睡觉灯的没？我哪里懂？他做。是啦，你们看他那个讲跟兵力加成那个成绩太好了，所以他很安心的睡，因为他讲可以赚钱了，是不是？你看可以赚钱就睡比较久。小伟，我本来是打算我一个人坐高，好不好？怎么你现在参与了？没有，我太孤单了，我先要坐高。这样聊这么哎。有没有加好来源？太小了，人家。哎，加油！加油！谢，你睡觉现在几点了？2点多要3点了。小伟，2点多3点，那冷气开到乱了、啊，你知道这个电费很贵吗？这个月你懂多少钱吗？一个人要出100多块电费呀、啊。你还不要省了、啊？来给啦！来给啦！赚到这样多了，哎呦！给啦！哎呦，单飞啊，跟你单飞啊，过后他自己赚几多呢？是啊，哇！这个月电费加给一半了。你看他现在开这个风扇，一个风扇，两个风扇，还有冷气啊，还有一个风扇，吹自己。还有一个灯。你去到我房间看，全部已经关到完了。已经关到完了。因为我赚不到这个月。哇，不然我要赶快关掉风扇先。省电费耶，小伟，起来啊！烦呢，起来啊！我现在要去吃午餐了。是啦，去冲凉。还要叫他冲凉啊？直接去啊，不用冲凉了，直接吃了。几点了？不然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等他冲凉一下的，因为他这样子的穿着，我觉得他出不了街，然后他的状态也不好，所以要冲一个凉席一个点心。快点！几点了？他的蛮低也行。几点了？2点多要3点了，看到吗？不要每天吵我醒来耶，小伟。小伟，每天睡要自然醒，电费不用给呀、啊。快点，快点，快点 ，Go！ 哇，什么眼神哦？他是不是有点突然？他平时没有这么容易突然，这么今天起床气是？起床气。我有个 plan， 因为他现在冲着热水嘛，所以我要等他冲到一半的时候，他关掉他的水器，给他冲冷水。靠北啊！对。喂。
我听到 Cherry 的声音了，可是他现在应该是在训练这 Oni 或者是教训这 Oni， 我觉得是差不多了，一段时间了，不要给他冲了，这么舒服。你去管，你去管。我多一个人帮我做够啊。关买灯啊，省电啊。笑喂，你睡这么久，那热水器不用用电啊，现在热水器不用啊，不用电啊。只留下你很可怜的，只留下满身伤痕的我。你去洗，去洗，我要去洗了。笑哎，本来想做好了啦，怎么做到我不洗啊？我觉得是时候了，你要做高哈一次了。我跟你讲啊，我在变这弄好了。是啊，不用紧，你变这弄好不用紧，你现在也可以弄。之后我就要弄好了。现在我们合力弄好，因为他做高了嘛，现在。因为我知道他底线是什么，他底线就是他的宝贝车。所以等一下我会要惹怒他，我会拍他车，然后我跟你一起合力撞爆他车，我轻轻这样啪啪啪啪的。哦，就是他那时候我轻轻这样跑小小声哦。他都 complain， 他都 complain， 所以我们现在过过去做过，等一下我大力一点。我跟你讲，最近他太舒服了。他很舒服。很舒服，他每次跟别人弄别人。啊，跟别人弄别人。他没有给人家弄过，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特地来弄他。啊，然后他自己又弄别人。对。所以现在是出来走就是要。啊，陪你没有办法了。哎，我以为我今天是一个人作战，结果我拉了多一个 Dixon， 所以哦，哈哈，这个小家你啊，孤立了你，再管了一次。哎，他好像冲完了，哈哈哈哈，这样爽吗？哇，他做我几次？你要做我几次？哇！我睡醒，然后做我冲凉，你现在要做什么？跟你讲，电费已经千多块了，你不要这样迟睡，要早点洗。啊，原给啊！哇！我们百路威吗？没有哎，我们全部要给的哎。要给的哎。哎呦，你们要更好。你认他做歹徒罢了，我们全部要给的，你以为只有他给？我也没有认他做歹徒。哟。Yeah! 哦。啊，然后你快换衣服啊。小威。就是这样子，他的底线绝对是他的宝贝车 ，OK。宝贝车 Viewfire 哦，200多千啊，当然是宝贝啊。他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嘞，就只有这一辆宝贝车了，所以哦，他会特别的爱惜他的宝贝车。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叫他去吃东西。可是吃东西之前。哼，我们就坐刚好宝贝车先，走去吃了，去吃了，不要等了。你加你的车啊，加你的车，因为你的车比较大，比较好。哟，怎么是叫我车？因为你的车好坐吗？舒服吗？200多千，开心心过新年。没有钱供。没有钱供，现在你就点点拖走了咯。走了，去吃喽。走，是啊，喝了。走，吃了。冲个凉也可以冲这么久啊。是啊，哎，好吃好睡哦。好吃好睡，真的，你看他肥肥这样就懂了吗？哟哟，怎么断了一截了喂？他没有比到，他断了一截，他是这样的，他断了了，他是这样。推车，推车。开窗口，开窗口，不然我们喊的时候你又听不到。快点啊！喂，小心一点啊！喂，笑喂，喂，笑喂，推好来。慢一点。谢谢200多千宝贝车哎喂。喂，要走了。笑喂，不要来！不要笑，不要笑！喂，笑喂，叫来！喂，冲到门了喂，差一点了喂！哇啦喂！哇！要叫啊！哇，还要撞我！哇！他差一点撞死我！我也是差一点死在手上。喂，你退好了耶！妈，不要敲！退好来先。差一点撞死我！
等一下，以后不要载我们的东西。哇！我还想要撞我们的，欸，看我们的手印。今天一定要撞到我，感觉是。他要你死了。还有谁？哇！还好你哦。哇！我的手印在上面了，哎。小伟没有事啊，拍一下吧，我们。你看，什么鬼？凹进去哦。哪里有凹？好笑吗？这个是我做的吗？坏了，坏了，坏了，他的玻璃坏了。够了，够力了，够力了，够力了。来了，够力了。来了，要做了，那去做了。那去做了。小伟，这样破烂的，你真的是两百千买的吗？这个。小伟，二手的车。拾回来的，你的车这边掉那边掉了，他的车。是哦，耶。耶，小伟，我们是炮手们。这样落烂了没有？没有钱了。车也烂，门也烂，什么也烂。我真的，我不要人弄好，现在满身大汗了。我刚刚才充两包，哎。哎。小伟。怎么？我的车哎，不要不要玩哎！不用紧啊，推车，推好来吧。我怕你等一下后面撞到，对。该你还要撞死我，如果我死了怎么办？怎么办？你讲我车烂，怎么你还撞我车？哇！没有啊，我喜欢坐烂车。小伟，你这个车真是老不盖的，我觉得看这里，看这种要开又不要关这样，这种什么东西？哟，怎么开一点呢？啊！喂！喂我的发哇车够烂哦没有没有刚刚就开有一点了的你知道吗刚刚就开有一点了的小伟你怎么帮我开我没有特地开的好讲饭有啊那壳坏了没有吗我看你两百多千的车那也可能这样容易坏哦喂小伟倒不回去了烘干了烘干了烘干了拿去做拿去做继续我没有管你哦你赔哦江龙去 S 设定弄了啊！哇，好感人！什么？我要去吃东西。我那小伟、小明还把我弄，他把我的东西，你看，我不懂怎样讲啊，不懂。他这个本来就开了的，然后他现在给我弄到好像整个开出来好像坏掉了，然后我前面的那个玻璃也是这样子给他弄到那边开出来了，我还要拿去弄。哇，那个奶是我做的哦。刚刚你们打我车不是啊？小伟，去喽，去喽！拍拍！我操！小伟，拍拍！小伟，喂，去看一下。哇，你叫我中耶！笑，你做不来啊？怎么？给水给你？没有啦，刚刚我就看他有一点细缝，我就拉一下，结果就开了。我的，我为了抓毒染，结果他真的开出来了。然后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装回去。我不懂怎么会开啊，就是轻轻就开了。我不管了，你要弄了，我跟你讲，要赔了。笑伟，约你过来看。不要笑耶什么那个又不是我们弄的谢、啊、这个不是我们弄的耶啊看迷六观众看迷六本身就有了、啊、本身就开一点了的本身就有了看迷六哇哇我们哪里有用这个哇我们几十打到下面GG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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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不干没有喽厕所是给你拿去弄喂喂笑耶我要出来了小伟，明白。我拍要惹怒好不好？结果他真的怒了。平常没有看他这样容易惹怒的吗？好了，叫你成功了。是咯，这也是算成功的一个。GG了。成功的一个点。你都已经知道车是他宝贝了。我就是知道车是他宝贝，我才弄高压车嘛。你成功了哦，你可以开心啊。我不开心，因为我要赔了，我很干了。是有点西风啊，刚刚是这样啊，有点西风啊。啊，紧了咯，紧了咯！啊，你看紧了吗？啊，没有啊，我们没有破坏到啊。没有啊 ，Origin 就这样了。有、啊，那个、我的该
不是磨练盖，那个叫什么了？那个叫Bumper。Bumper 本来就掉了。Bumper 本来就掉，这是事实的，观众可以作证。对对对。是不是 Bumper 本来就是有一点出了？做好了，所以没有。做好了，用没有？我不懂现在怎样了，我要去看一下。笑诶、欸，本来就这样啊，前面。笑诶、欸，我跟你倒回去了。那个本来就可以倒了，我已经那就可以拆了了。刚刚他研究到了，倒回去了。小伟，真的吗？我搞不搞得搞那车？啊，倒回去没秒，看到吗？没有细缝啊、哦！本来是有细缝，现在连细缝都没有了，小伟。前面人？前面那是我们弄的、哦。是。前面不是我们弄的吗？那、啊、你可以作证的吗？那个本来就是有了，是不是？我哪知道？我感觉胡爸先开心，突然打一个电话这样。你本来就是有坐过他的车的嘛，你懂他的版本本来就有问题。我不管哦，我不管，等下你们要去拿去弄。哇，笑！什么讲我？他叫我拿去弄。我不管，他们拿去弄，因为还要弄的。哦，叫你们叫拿去弄哦。哟，怎么你这样讲话呢？不然呢？不是我弄啊，我们弄这个罢了，这个罢了。这个不是你们弄的吗？不是啊。我刚才在楼上冲凉亭，要你们嘣嘣嘣，哎哎哎，这样嘣嘣嘣。啊，三点多了啊，走啊走啊走啊，去送行。赶紧请那餐，我拿去弄。走，上车了。你请那一餐哦，这样我有份嘛？可以没有吗？一定要有啦！你看我出这么多下来帮你们 settle 这件事情。走走走走走走，快点。三点多了，是不是我请你要够就 settle 先？你请我要吃大餐一点的。给他给他，大餐给他。给他咯，不然等一下赔这个更惨哦。给他，只能这样了。这个 contender 是太亏了，不用紧，我进去里面准备一下先。笑诶，你笑么？啊？没有，我放穷了啊你。你以为你可以赚到这一餐没？所以我要请。你要一起请啊？我要一起请。要。OK，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啊。我也想不到他车这样脆弱了。所以就只能够请他吃大餐，他没办法了。唉，这款天不爱拍，想要做高哈，结果现在又是做高自己。这我每次做人都会做高自己嘞，我很闲的，我不懂怎么会这样子啊，讲真的。所以就这样子啊，唉，他的那睡觉灯还没有关了，把它关省电。你看，我为了省电，结果省到来我自己要出更多。唉，就这样。